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们要一起啊讨论的啊，一起分享的是如何经营无怨无悔的人生。其实我们都希望人生是无怨无悔，因为假如我们时时怨恨，时时后悔，那个日子啊一定很难熬，绝对是度日如年。而我们看到现在整个社会状况，很少有人啊能没有忧虑，没有烦恼，没有牵挂。假如我们今天说人生可以过得没有忧虑，没有烦恼，没有牵挂，有这个方法，诸位朋友，您相信吗？因为相信才会产生无穷的力量。假如我们不相信人生能达到这样的境界，那一定会被自己给击败击退了。所以确确实实人生都是被自己的信心给击溃的，击垮的，不是别人可以打败我们的。所以有一次刚好有一个地区，他们因为常年没有下雨，所以当地的牧师召集大家来一起祈雨。那正在祈雨的过程，大家都很专注在读诵一些经文。那突然呢，这一位牧师就很激动的指着底下的一个小女孩。那大家也都把目光集中在这个小女孩的身上。接着牧师就说到了，你看我们今天来祈雨就只有这个小女孩带了一只雨伞来，其他的所有祈雨的人都没带雨伞来，所以代表着他们来祈雨的时候有没有坚定的信心说会下雨没有，反而只有这个小女孩，她来祈雨的时候是抱着一颗至诚的心来祈雨的。所以万类相感，以诚以忠，一份真诚的心，才能跟天地万物相感应。所以我们今天以一颗至诚的信心来接受古圣先贤的教诲，而且能依教奉行，那相信种瓜得瓜，种豆一定会得豆。所谓理得心安，我们很多人生的真理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这个心就安下来了，这个心就释怀了，这个怨跟悔自自然然能够烟消云散。所以首先我们对人生的道理要能够去了透，去明白。那一般人之所以会有怨，就是因为求不得苦，好像人生事事都不如意。所谓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好，诸位老师，当我们听到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内心有什么样的感受？是不是马上呢很多乌云都飘过来了，愁云惨雾？其实你看呢，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在怨了。所以是心里是踏实是明了还是怨恨呢，
其实就在我们面对一个境界或者面对一句经文当中啊，就已经在产生了。你看，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啊，这一句话我们听了，假如能从原因当中去找答案，这一句话不会让我们难受，反而会让我们反省。因为不如意事十有八九是结果啊，原因在哪里？假如把原因找到了，那人生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了。这命由我做，福自己求啊。不如意事十有八九啊，那是前所种的因不对，才赶来这样的结果啊。所以人生只要时时明白因果，从果推因啊，他就不会抱怨了，他会勇于承担结果，去改善自己的问题。那他的人生就是充实了，而不会消极了。那我们也可以再冷静观看这个世间，有没有看过人生如意事常八九的人？那很可能大家的答案说好像没看过。哦，那能不能说啊，种瓜得瓜的不准啊？哦，不行哦，我们在修学圣贤教诲的过程当中啊，只能检讨自己，不能检讨真理。哦，这个态度相当重要，因为真理它已经经过几千年的印证了，不容我们怀疑。但是假如我们怀疑了，失去信心了，那到头来还是自己自暴自弃去了。所以首先呢，我们对自己啊，要有信心，然后对真理啊，也要有信心。所以我记忆很深刻啊，在好多年前，许哲女士曾经到高雄演讲，那时候呢，我也很幸运啊，能够去聆听啊，他老人家的教诲，但是呢，叫他老人家好像呢有点奇怪，因为他是108岁的年轻人，他比我还年轻哦，你看人家做那个瑜伽动作哈，身体这么柔软，像我这个是老骨头了，所以比起来，他的身体，以至于他的心灵，很可能都比我们年轻很多。所以当那一次我去听完他的演讲之后，我体会到呢，什么是全世界最美的女人，就是许哲女士，她那种笑容真是无忧无虑，无牵无挂，甚至于是她那种笑容啊，会带动其他的人这种乐观进取的去面对人生。而许哲女士的人生是如意事常八九，如意到什么程度呢？如意到不用去买菜，冰箱里面就有菜了。诸位老师，我们家的冰箱有没有这个功效？不用买就有菜了，那可如意了哦。所以那时候我在看到采访许哲女士的这个 VCD 里面就有提到她的冰箱啊，都不知道是谁啊把菜拿来。然后在这个影片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很多被她帮助的这一些老人以及人家，那都是几十家了。当他们看到许哲女士的时候，他们那种表情神情啊，就好像看到至亲一样的欢喜快乐啊，甚至于都已经啊手舞足蹈，可以感觉得到啊许哲女士在他们生命中的那个分量。那因为把她当至亲看了，所以一定也会把她当至亲一样的照顾。
那当至亲一样的照顾啊，那绝对是无私的付出，绝对不求回馈。所以呢，因为为什么他们能无私的去付出？因为许哲女士啊，也是无私的对他们。所以人生呢，就像一面镜子一样，你对着镜子笑，镜子也对着我们笑；我们对着镜子哭，镜子也是对着我们哭。所以我们的这种心境就会反映在镜子上，而镜子上的反应通通就像是我们现在所遇到的一切人事环境跟物质环境。所以我们现在冷静来想想，现在我们所面对的一切人啊，他是对着我们哭还是对着我们笑？这个是需要我们反思的地方。而当我们发现我们在照镜子的时候，镜子在哭了，这个时候我们会不会呢拿着我们的手，然后往这个镜子说：“你给我笑，你给我笑，不可以哭。”能不能变啊？那个镜子你再怎么动它，它还是哭，甚至已经转成愤怒了，它不可能笑。因为源头啊，是照镜子的人要真正开怀的笑，镜子才有可能会笑。所以当我们所相处的这些家人朋友都是苦瓜脸对着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去指责他，你要对我笑，他笑得出来吗？他笑不出来的。所以唯有我们改变了，整个人事环境啊才会改变。佛家叫依报随者正报转，自己的心真正转变，用一颗爱心对人，回来的就是他人的爱。所以儒家讲，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所以我们现在心上对人还有怨，相同的那个怨一定会回来。只要我们转怨为恕，为宽恕，为爱心，他的人生就开始转变起来。有一位朋友啊，他刚好跟他的同学啊处得很不好，然后呢，他那个脾气啊就忍不住，不过碍于呢在团体当中呢，他也会顾虑到说啊，跟他吵架了，其他的人可能会对我们有看法，所以他把这个情绪啊把它压下来。表面看呢好像还好，但是因为呢一直压下来呢又很难受，他就自己啊拿了一张纸啊骂这个同学，就把这个怨气也写下来。结果写了下来以后啊，刚好那一天呢，他走着走着啊就经过那个同学的位置，不经意呢就往这个桌子飘过去，结果他那个同学啊刚好呢在桌上呢放了一张纸，然后写了一些话，也在骂他，而且骂他的跟他骂他的呢差不了多少。所以你看呢，真的就像一面镜子一样，你觉得他这个脾气大，很可能啊他也觉得你脾气大，你觉得他嫉妒心很重，他也会觉得你嫉妒心很重。所以人生这个道理啊相当的微妙啊。比方说夫妻吵架了，我们听其中啊，比方说听先生说他太太不是，听完之后呢我们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太太太不像话了。但是假如去听太太讲他先生，讲完以后啊，我们可能会觉得那这个先生啊真不像人。这个叫不可听片面之词，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常怨别人啊，所回应回来的就是众人的怨。我们常常感恩别人，我们常常随喜别人，我们常常祝福别人，那回来的
也是感恩随喜祝福。所以历史上有一个很著名的这个公案，大家也都耳熟能详的多，就是在宋朝啊，苏东坡先生他跟佛印禅师啊交情很好，那确实啊，人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憾。所以人生能有几个这种志同道合的朋友啊，那也是相当的乐趣。所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哎，那现在你看哦，我们读到这一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乐了吗？哦，突然在那里想，怎么连半个都想不到，又开始在那里怨了。所以今天假如我们没有有朋自远方来，没有知己，问题在哪里？在自己身上啊。所以《论语》早就告诉我们了，如何有朋自远方来。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哦，你看呢，我们人生哦，为什么这么多烦恼呢？常常就是呢，只求结果啊，然后不努力，不种正确的种子下去。你看，谁不希望孩子以后的进入社会以后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诸位朋友，您希望你的孩子的人生能有这样的际遇吗？哦，那铁定是希望的。但是不能只是希望啊，那个天上不会掉馅饼下来啊。假如孩子连跟人的应对进退都不清楚，哦，都不知道呢怎么样跟人交往，那他也不可能啊能得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人生情境了。我就记得我曾经到同学家去，他成绩非常优秀，然后呢我们聊了一会之后啊，我就跟我同学讲，我说我要先回去了。我的同学头转过来看着我，哦，然后我看他没什么反应，我只好自己走出来了。好，结果后来他的父亲就说，哎呦，同学要出去了你连送都不会送。哦，你看这么基本的待人的礼貌啊都不懂的话，那很多时候啊我们什么时候得罪人都搞不清楚。哦，所以这《论语》里面才说啊，时时恭敬心对别人，君子敬而无私。哦，你时时有一份敬心在，沉静的心在，就不容易啊得罪别人，对别人有所这个失礼啊，与人恭而有礼啊，非常的恭敬，不会怠慢，那人家跟我们相处啊就如沐春风。所以这样子自自然然，从恭敬心当中能感召来的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所以这样就能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甚至于这一份至诚的恭敬心，不止在当下可以得到很多的好朋友，甚至于啊，这几千年的古圣先贤，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好朋友。所以一个读圣贤书的人啊，假如会觉得很孤独啊，那一定是没读进去。我们看到呢文天祥的一句词句啊，说哲人日已远，典型在述习，风言展书读，古道照颜色。这些圣哲人的风范通通啊都时时刻刻早晚
都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当我们打开这些经典的时候，他们的精神啊，就好像照在我们的脸庞，所以我们跟他们呢，是没有分离的。所谓神教古人，我们一想到范仲淹先生，马上提起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读到他们的文章，我们可以感动的泪流满面。当我们为了家庭，为了社会，我们不敢勇于承担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想起的是林则徐先生的那一句话：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所以这样的精神呢，就跟我们合在一起了。这一份呢至诚的心，就把时空啊给突破了。那怎么会没有友朋自远方来呢？所以我们在以这些圣哲人为榜样的当下呢，有一个态度很重要，就是别人做得到的，圣哲人做得到的事，我们也一定能做到。要有这一份 信念跟信心。假如这一份信念不在了，那很难修学。因为信为道源功德母，信心呢是成就学问、成就家业事业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假如我们常说啊，都是圣哲人做得到啊，我们做不到。那这样的意念呢，其实我们在学习的当下，就已经在退步了，不知道。所以什么时候是进步，什么时候是退步呢？我们的念头啊，是随顺圣贤教诲，这个叫进步。我们的念头啊，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这个叫退步。这中国家教当中啊，最具代表性的 一部经典《弟子规》，现在很多海内外的华人呢，通通在修学《弟子规》，甚至于是其他的民族都已经开始在修学了。那《弟子规》，我们从头念到尾啊，诸位朋友，念到哪一句的时候啊，精神最振奋呢？依我的观察哈，念到最后一句的时候最振奋。好，物自暴，物自弃，圣与贤可循之。那还要再了解一下，就是说是因为念完了很高兴，还是因为这一句话呢把它领纳于心啊，全权福音在心中了。所以圣与贤可循之啊，那是自我的一个自信，自我的一个激励。而这一个态度假如失去了，那其实我们就已经啊在下降了。所以在这个我们修学的道路上啊，真的可以时时关照啊，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那我们冷静思考一下，什么时候是进退呢？很可能当我们听到这一句不进则退的时候，心里想着说，哦，我今年比去年稍微有进步了，或者是我十年前，我现在比十年前进步了。你看我们所量的这个进退啊，都是一年两年这么长的时间。其实说实在的，假如看到的是一年两年啊，才在那里思考进还是退，很难不退。其实进退啊，都在一念之间。哦，你看今天我们，比方三天呢，哦，都很认真的读书读经，
心情非常的平和。突然看到一个人呢、跟他起了冲突啊，火冒三丈。好，诸位朋友，这几天的修学怎么样啊？兵败如山倒啊！所谓一念嗔心起，火烧功德林。其实啊，不只是一念嗔心起，火烧功德林嘞。一念贪心起啊，火烧功德林啊。一念傲慢心起哦，那火烧也是功德林啊。这即使是一个妄念起来了，很可能前面的努力啊，都会付诸东流水。所以我们对自己啊，这种起心动念要非常的谨慎，那个才是啊菩萨啊，那个才是啊修道人的学处啊。我们记得在高僧大德的传记当中啊，我们记得啊安世高大师，他到我们中国了来弘法立身，而他后来去找了他一个前世的道友，而这个前世的道友啊，已经啊变成了龙王了。那他为什么会变成龙王呢？本来这一位道友啊，前世也是明经好师，因为他明经，所以这一世变成了龙王啊，但是还有点智慧，所以人家来请教呢，来拜他呢，他都还能够给人家一些好的指引，因为他明经嘛，又好施，所以福报很大，所以可能是百里之外的人呢、都会赶来这里啊，来给他祭拜。但是明经好施啊，又是个大法师呢，就因为有一次去托钵，然后啊嫌这个菜不好，你看就一念这个贪心啊，一念的脾气上来了，结果下一世啊就堕到了畜生道去了，当了龙王了。所以这个都是很，这些公案啊都很值得啊我们修行的人啊细细的去关照思考。所以确实是一念嗔心，一念妄想，一念习气起来了，就会火烧功德林。所以起心动念呢、才是我们修学的进退，所以这个要很谨慎才对。孔夫子也讲到呢，从善如登啊，从恶如崩。行善就好像爬山一样，要一步一步啊登上去。但是假如做恶事呢，那就好像瞬间啊那个自己的没踩好啊，就跌下来了，整个就崩落下来了。所以我们想象一下这个情景，我们想要学好，想要行善，要好像爬山一样，一步一步要踏上去。而且要上去的时候还要加把劲。那诸位朋友，为什么要加把劲？因为有地心引力在拉我们嘛。而这个地心引力啊，换作是一个人在修学啊，那就是我们的习性、坏习惯在拉我们，所以你必须要呢再加把劲把它蹬上去。但是啊，从恶如崩，就好像呢你这一步没有踏好了，突然踏空了，会怎么样？一步踏空了，很可能会怎么样？很多朋友马上就说了，会跌到山下去的。我说这样也太惨了。当我们一步没有踏好的时候啊，
那就双手放开让它掉吗？哦，绝对不是哈、哦，这一步没有踏好了，赶快用双手去拉，说不定扯到了一只树枝，哦，马上就不会再继续掉下去了。哦，那又赶快站起来啊，拍拍身上的灰尘，继续往前往上，继续往前迈进。所以要懂得呢，抓住这些树枝。其实啊，当人念头不对了，那真的就好像一步踏空了，就突然就往下掉了。但是假如这个时候我们有警觉性，哦，马上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赶快提起正念，很可能呢、啊，马上就好像抓到树枝啊，不会往下掉了。甚至于是赶快呢，把《弟子规》拿出来，现在脾气很大，啊，念一遍，提醒提醒自己，啊，突然念到言语忍，忿自泯，凡是人，皆须爱，将家人，先问己。哇，你看好几根树都抓住了，就不会继续往下掉了。好，所以这是我们在面对自己的起心动念，好，面对看到经文的时候，我们都时时要关照我们是在进还是在退。因为修学最重要的要有自知之明。好，好，那我们刚刚是讲到啊，这个苏东坡先生跟佛印禅师是好朋友。那有一天，苏东坡先生呢，刚好感受到啊，自己当下的境界很不错，就写了一首偈，叫“起手天外天，佛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诸位朋友，当苏东坡先生写到“八风吹不动”，其实动了没有？哎，你看已经动了呢。所以人要真正看清自己啊，真是不容易。真的是要时时关照自己的念头啊，跟经典当中的差距，不然呢、啊，被自己出卖的都不知道。所以这个时候呢，苏东坡先生呢就把这一首偈啊就送给了佛印禅师，结果佛印禅师回来呢就给他写了一个僻字。那苏东坡看了很生气啊，马上呢这个快马加鞭啊就赶过去了，渡江而来。结果到了山门门口啊，佛印禅师写了两句话：八风吹不动啊，一屁就打过江。那你看，这个其实这两句话呢，真的是醍醐灌顶啊。假如这个时候呢，苏东坡先生回光返照，那可能当下他就会有悟处啊，甚至会开悟哦。好，那诸位朋友，假如你是苏东坡，当下会怎么样？哎，故事不能白听呢，这些圣贤人都是表演给我们看呢，让我们要有所领会呢。我们不能这些故事听一听说啊，那个我都听过了，那这样对不起古圣先贤的表演呢。场场好戏耶，我们不能看了之后呢，通通白看了。所以诸位朋友，我们在当下会不会回过头来，然后就说：“你给我记耶，你给我记住，能不能这样？”不行啊！假如是这样的心念呢、啊，哇，那最正直的朋友都会离我们而去。所以《弟子规》说：“闻欲恐，闻过心。”把我们缺点直接指出来，甚至是从我们起心动念把我们的问题指出来，这样的朋友太难得了。我们假如能够当场呢，就跪下去，给佛印禅师顶个礼，谢谢你的教诲。
那可能那一生啊就会很有成就了。当然苏东坡先生成就也很高，所以其实呢他是做表演给我们看的。好，这个我们可不能这个故事听完之后说啊苏东坡先生修养很不好，那不对啦。因为这一些圣哲人啊他都很清楚人生的责任，他不只要帮助啊当下的这些社会人民，他也要给后世啊留垂范。所以动而视为天下道，行而视为天下法，言而视为天下哲。我们在学习古圣先贤的教诲，最重要的学处是学他们的心境，目贤当目其心，而不只是学他的一些言语行为而已。所以这些经典当中的教诲都是圣贤人的心境流露出来的一言一行，所以我们从言行当中啊，要回到他的根本，就是他的心地上来学习。他们的心境呢，一举一动都是要为天下人做榜样，动而视为天下道，行而视为天下法，言而视为天下哲。而这个天下不单是他当下所处的社会环境，而又是往后的世世代代，是这样的心境哦，是为往后的历史做交代，这个是他们的心境哦。我们常常在跟朋友做交流的时候啊，会问到一个问题，不要说天下了，就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家道啊要沉船多久。结果这么一问啊，有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人很少。哎，连家庭我们都没有这种承担，希望他能够啊，我们用好的榜样让他沉船久远，那更何况是对天下呢？所以从这里我们就深刻感觉啊，我们跟圣贤人的差距很远。既然要惜圣惜贤，就要从他们的心地啊去效法学习。所以人生啊，心胸要宽广，视野要能够看得深远。好，所以我们往后再看这些圣哲人的故事的时候，也要深深去体会他们的用心。很多都是给我们做表演，针对我们最严重的问题。所以因为人啊都很难接受别人的劝诫，所以这个苏东坡先生也示现这个来让我们好好反省。其实苏东坡先生在宋朝啊，那是数一数二的忠贞之臣。看古代呢，忠贞到什么程度啊，有时候可以从哪里看得出来呢？看他被贬到多远，就看得出来他那种正直的程度。因为他太正直了，皇帝呢听他讲话有点不舒服，就把他贬了。结果苏东坡贬到哪里去了？我很清楚，苏东坡先生贬到海南去了。因为我们到了海南海口啊，推展中国文化，就深刻体会到了海南人民啊，中国文化的根基啊，早在宋朝时候啊，苏东坡先生就建立了。所以没有苏东坡先生到海南去，可能我们去推广呢也推广不起来，因为那个根基啊都已经先扎好了。而这些读书人啊，他被贬官之后，他的心情如何？他会不会怨天尤人？你看我们以前读书都觉得说他们被贬了以后一定很郁闷，忧郁而死，有没有？
人家是浩然正气啊。所以我们不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看这些正直的读书人啊，不管他被贬到哪里，他都一定教化一方，利益当地的人民。所以因为都是利人的心，无求的心，所以他也是无怨无悔的人生。他尽心尽力了，所以他无悔。他无欲则刚，他不求什么，他只求能够利益人民，所以他不止无怨，他还乐在其中。所以这个心境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哦。当我们有怨有悔了，那帮自己都帮不了了，那焉能够帮得了别人？所以有一次范仲淹先生也被贬了，他就讲到一句话：“不以宠辱根其手，不以毁誉累其心。”你看，我们人生有很多的埋怨在哪？失宠啊，埋怨啊，被人家侮辱了，很埋怨的、那不可能有无怨无悔的人生呢、不以毁誉累其心，人家毁谤我们了，心情毫无受影响；人家称赞我们了，我们也不会得意洋洋。当被贬的时候，范仲淹先生讲了一句话，说：“岂辞云水三千里？”因为被贬得太远了，都好几千里了。岂辞云水三千里？犹记苍夷十万名。这个苍夷就是指非常困苦的人民，不管他被贬到哪里，他依然能够忧国忧民，所以他还是很快乐的。那以前我们在看一些书籍啊，提到这些读书人被贬官了，然后都是什么写的，他们好像很凄惨啊。其实这个都完全误解了圣贤人的心境。这个都是我们现在在深入圣贤经典当中啊，应该要有正确的认识、认知。那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佛印禅师呢，就写了这一句，这个这两句话呢，回应了给苏东坡先生。之后呢，他们两个人呢、又有一次聚会的时候啊，刚好打坐。然后苏东坡先生就问佛印禅师说：“你看我打坐的样子呢，看起来像什么？”那佛印禅师呢，看他很庄严，说：“你看起来像一尊佛。”那佛是至高无上的，所以苏东坡也很高兴哈，然后就问佛印禅师说：“那你觉得我看你像什么？”接着佛印禅师说：“那你觉得像什么呢？”苏东坡先生接着又说了：“说你看起来啊，像一坨粪。”因为佛印禅师长得比较胖一点。那佛印禅师听完之后呢，也没生气啊。那苏东坡先生回去之后啊，就有点高兴啊，喜上眉梢。刚好他的妹妹看到了。就问他说：“你今天高兴什么？”接着他就说道：“你看我今天跟佛印禅师在一起，他像说我看起来像佛，我说他看起来像粪。所以呢，你看我比他高，我是佛。”结果苏小妹就说了：“她说哥哥啊，你今天输得太惨了。”他也不大了解了。接着他妹妹就说了：“人家是心中有佛啊，见人是佛。大哥你是心中有粪，见人是粪。”诸位朋友，我们现在见人是心中有佛，还是见人是心中有粪？当我们时时都是看到别人脾气大，事实上在回光返照，就是自己脾气大；看到别人很傲慢，
再回头一看，其实自己甚至还比他更傲慢。所以这都是很微妙的人生道理啊。一个脾气很好的人，绝对不说不跟人脾气不好的人生气，因为他很知道脾气好啊，那种心平气和、内在的喜悦跟那种快乐。当他看到别人脾气大的时候啊，他会舍不得。啊，不只会不跟他计较呢，还会舍不得说：“哎呦，你不要这么生气了，暴怒伤肝。”哦，赶快给他倒一杯水，给他喝。啊，甚至于，假如因为他生气了，啊，他就赶快走了，不要再让他气下去了。都是有那一份那种宽恕啊、怜悯的心。所以怪别人脾气大呢，那是我们脾气大。怪别人很贪心的，其实也就是自己也很贪心，看不下去。所以人生我们刚刚说到的，就像一面镜子一样。那最重要的，要先改变自己，自然的能改变了，所以外在的人与人的关系。所以当我们要抱怨他人的时候，那要回过头来想着，只要我变了，大众啊就会变了。所谓正己化人，正己化人。所以面对人生的这些际遇啊，我们时时呢是要求自己啊，不要求别人，这样就不会有怨了。那孔夫子也曾经给我们教诲，说：“色有事乎君子，失诸真骨，反求诸其身。”这个色见呢，就好像君子之道。所以，我们从这一些经句当中啊，可以又感受到我们古圣先贤的一种心境，他时时与万物学习的谦卑心。你看，光在射箭的时候都能领受啊，为人处事的道理。所以我们每天见那么多山川大地的，一点误触都没有。那关键就在我们有那一份呢，这种谦退、谦恭、好学的态度。所以夫子指到了，你看射箭跟君子之道的一种关照。这个箭射出去的，没有射到靶心、目标，我们下一个念头是什么？能不能说这一支箭品质不好？这一支弓呢？这个做的不够，哦，那不合规格，哦，就开始在那里只是找借口、找理由了，那个就不是一个君子立身处世的态度。好，应该是没有射到目标啊，反求诸其身，马上先检讨自己技术不够好。所以他人对我们没有爱敬之心，首先检讨的是我没有爱敬的心啊，去对待他人。好，所以有了这样的心态，我们就可以平和的去把原因啊找出来。但是这个是真理哦，一定要时时全权福音在心上。有一位母亲啊，她教她的孩子父母呼应勿缓，但是就感觉啊，她的孩子呢都拖拖拉拉的，不是很听她的话。然后他就想，父母每一次叫我的时候，我马上就应了，怎么会是这个结果？哎，不可以检讨真理哦。他又往深处去探，原来啊，父母叫他，他确实都有回应，可是口上应了，心里还是有不耐烦。后来他真正的打从心里恭敬的回应父母，父母亲叫他了，他就马上过去，欢欢喜喜，妈有什么事吗？结果真的，当他的态度一转，他
他女儿的态度马上就跟着转。所以确确实实啊，小孩他的敏感度特别高。我们是行为当中服从了，内心没服从了，小孩都感知得到。而当母亲这样恭敬地面对自己的爷爷奶奶的时候，他自己也，他的这个小孩子呢，他的心性啊，也开始效法转变过来。好，那我们这一节课呢，先讲到这里啊，谢谢大家。